人啦，不如我们全程用广东话。师傅，我拍了45分钟，我一片都买不到。我平时讲广东话唔系咁样样。这条鱼非常之新鲜，好肥嘅，虾餐好喝。哎，OK 嘛？好好吃，咸蛋矮瓜。嗯，青鱼来啦。我可以吃十个。这一次的还是我小时候的味道。等你不舒服，少许的食物中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美好，祝大家一个美好的天，欢迎来到我的 vlog。我们现在到了槟城啦，虽然现在还没有到槟城大桥，但是司机说很快的了。 Alan 已经驾了差不多接近3个小时的车程，我们这次来3天2夜的槟城要找美食，要去 Hap Hap， 倩宁是一定会跟我们的啦。景轩呢就没有来的，就由 Danny 代替上。为什么 Danny 会在这边呢？是因为倩宁想要有个伴。我没有啊。我有一个建议，我们这3天2夜的行程，不如我们全程用广东话。我们三个是冇问题啦，是因为太多人想要看倩宁讲广东话了，所以没有没有要霸凌我。霸凌你啊！由呢一刻开始，我哋要全程系讲广东话嘅。如果唔讲广东话，你就一句字罚1蚊。1蚊系？1蚊系真多零嘢。我以为。我以为3蚊，你仲未讲开始呢个字？1、2、3，开始。那全程哦，你是看到那个倩宁，我是很安静的。全程我唔会讲埋咁，全程就冇用。一天就好了 ，OK 啦，一天就好了，就今天开始啦。等一下他讲我们把领去啊。风景很美啊。哒哒，来到槟城一定要睇蓝天白云啦。蓝天白云，天都冇咩，行到咁远喺呢个蓝天白云，天都冇咩。蓝天白云，唔好影我，影呢个桥，呢个系新桥。新桥。我觉得呢个 vlog 咧，我哋全程系闹交噶。点解我哋要嚟槟城影呢个蓝天白云？因为最近 KL 多云多雨，冇蓝天白云睇。好辛苦啊！你有咩想讲？快啲 end 啦！我放弃啦！快啊！快啲 end 啦！系咩嚟嘅？讲广东话。可以停止1个钟冇？停止1个钟 ？limit 啦 ，limit！ limit 叫咩？广东话？广东话1个钟。限时限时讲广东话1个钟啊！嗯。你牙齿啊你！好辛苦啊！我想翻屋企啊！做咩咁开心啊？来，我们去吃点心的。可是我们一路开来，看到那个uncle，那个阿蹦，阿蹦，你懂吗？阿蹦，咚咚咚。因为每次来我排很长，都卖完，排队没有得买。刚好没有排队。有啊，有加工跟香蕉。馆应该是这样念啊，阿蹦馆的阿蹦啦。刚才我有点讲错了，它不是分两个不同的口味，它是 mix 在一起的，所以里面是有香蕉跟加工。它是在那个学校的前面。哎，我都还没有吃，它就先吃的哇！我冒着太阳买的嘞。学校都有讲。是啦。我买15片啊，因为它是5片一个袋这样子卖的。这个是我儿时的味道。上次我来哦，排队我排了45分钟，我一片都买不到。然后这次是，刚还没有人能遇到。真的 ，after 我们 order 了之后，后面就很多人了。倩，你没有吃过噻？有啊有啊，那不给你钱。哦，对。你在讲广东话？哎，哦，这个讲啊。哎，是啊，我忘记我要讲广东。OK， 所以他咧，我哋要试呢个安哥馆嘅阿斌啦吓，因为好似咁样嘅阿斌咧，系咪 K L 好少可以睇到 ？K L 系脆脆嘅，大大只，好多加工嘅，唔讲细做，系唔一样嘅嘢嚟嘅，好食咧，一块8角钱。冇冇广东话，好食到讲唔到广东话，好食冇？好食。我有啲后悔买15嚿，应该买20个。我就要去食点心噶，系真真食呢个北户吞安啲啊。你搵我都嚟啊！所以我哋第一站就嚟到呢个兴屈得度食炒鬼雕啊！好饿啊！
下一季之后依然那么多年啊，这个是姊妹炒粿条，姊妹炒粿条。这个是蚵仔煎，倩颖未曾试过蚵仔，蚵仔就是那个 oyster， 好似蘑菇啊，鸡蛋蘑菇，鸡蛋蘑菇系好食嘅，但系你咁中意，同呢个咩啊？鱿鱼翁菜，鱿鱼翁菜一样，系好食嘅，但系你唔中意。我是个非常专一的人，炒粿条我每次来都吃这一间。为什么你吃这一间？就懒惰在找。而且它很香，那个猪油炸的味道。它是没有面的，但它只有粿条吧？对，它只有粿条，没有其他的。慢慢就没。耶、yeah, ！我们现在回到来了我们的 Airbnb， 给你们看看我们到底租了怎么样的 Airbnb。这边其实是有三张床的，是不是？这是下面的啦。哇，有客厅哇！你们刚刚从楼上一起走下来是什么意思？放行李啊，什么意思？这个就是他们的小小的客厅，还有一个小桌子，好大平台啊！哇，哎，天哪，乱了啊！我已经要算了啊！ Okay, okay, okay. 没想过，没想过，我哋由一刻开始，呢一间咧系我哋租嘅 Airbnb 啦，俾你睇下嗰个高招。高招，带大家睇下楼上系点样样嘅，楼上系咁样样嘅。它是有两张双人床，这间房间其实都算很大下，在楼上望下去又见到你们两个。阿布兰是什么说话？广东话。其实这间 Airbnb 我之前就住过了，我觉得很方便，因为去哪里都不会太远的。如果你肚饿想买东西吃，或者是你想买些水啊，楼下有很多的便利店和奶茶店，附近都有火锅啊，还有一些 Korean BBQ 的。我平时讲广东话不是这样，知道是不是侵了它多。你之前都有住过的嘛，是不是？之前我们来做工的时候是住这里的。第一批做工同你就女兵神啦，就女兵神。你讲一个嘢，你讲一个嘢。你个衫调转咗，你个衫调转咗啊！而家剪花片啊！吓吓，先剪花先。剪花。而家先发觉到。哦，而家先发觉到。发现都可以嘅。发现边度发现？Alan 哥，你觉得呢间 Airbnb 如何？非常满意啊！非常啊，有总裁嘅凳啊，有。工人呢？而家我哋准备去同朋友去食晚餐噶，食咩嘢咧？海上嘅泰国晚餐啊，系啦，讲得非常之 very good 啊，系啦，所以我哋而家就出发啦。这里的泰国餐有啲入边停响前边走不到，千万不要惊慌，一路直直行入去，你就会睇到你嘅泰服啦。做咩我变倩影啦？好似正宗嘅泰国人，同大家介绍介绍咩？我第一俾你啊！我同你讲，佢嘅冬阴汤真系。萨瓦迪卡，酸酸甜甜，啱啱好。酸酸甜甜系辣噶喎，酸辣酸辣，好食啊！系咪？佢个汤系咪真系好好饮？佢一托落嚟，
好香啊，嗰個味道。擺上台啊！佢一擺上台就聞到好好味。呢個雞翼佢哋講必點，嗯，佢同我哋平時食嘅雞翼唔一樣。邊度乜嘢？佢係紅色噶，佢有少少噴到呢嘢緊住。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因為佢冇嗰個我哋平時食燒雞翼嗰陣味，係另一個味道。佢而家係咩味？你都冇解釋到。灰嘅味。你食下。哇！呢下又，我第二個雞翅膀啊，泰式嘅雞翼啊，有豬腦，有一個味道，係泰國嘅味道，雞翼。香茅味很重，香茅味啊。我哋不如直頭去 kitchen 啦，聞一下。呢條魚非常之新鮮，佢冇魚腥味，我嘅口裏邊充滿嘅都係香茅嘅香味，好香，好好食，一定要試。雖然唔知佢係咩魚，但係聽嗰個兩百兩講，嗰個皮得食啊，佢哋係烤佢嘅，好鹹啊，試下啦。吃飽飯，來吃糖水，汕頭街養生糖水鋪，還有一些肉吧，哇，還有雞腳龜吊湯呢。哇，鸡脚，我最爱的鸡脚。各位，现在我们准备出发去吃早餐。现在的，哎，倩颖来，你看现在的那个阳光非常的美，快。嗯。你看现在的阳光非常的美，然后我的皮肤很美。你就是也没有看这个。然后我现在肚子很饿了，大家还不愿意站起来。哇，我们在等谁哦？等谁？我们三个人都好了，然后在等谁？我都不懂啊。等谁？等了你两个钟啊。然后那个要上去，上回去睡觉了。我在口罩。我们要讲回广东话。不要，你不讲一天吗？还没有到一天啊，昨天几点才一开始讲？十二点前就是结束了。是这样吗？有。我有啊。我们要讲多半天就是一天，由而家开始，你快啲影我，快啲影我。今日我个装扮好黄金。亲爱的，是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点，看一点一点点，恋恋恋，真的看见。白傻说一点，想陪你不止一点，连一点，让我亲爱的心愿。喂，没有拍到。里面没有穿安全裤，不要惹这两个男人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宝宝茶室，宝宝上菜王宝，两个拼在一起哦。我跟 Danny 哥呢也是一样叫这个白家里面，他本来是要叫福建面的，可是没了哦，没有了，我们迟了，11了，11就好，这不你12点了喂。是冰泉的味道，是大海的味道。他煮冬面了，他汤好喝，还要给吗？五搞四块半，五搞。咖喱面呢？再加这个 cheese， 很香啊，脆脆哦。这什么呀？我吃普通的，难怪你们一直讲好吃啊！我该买五片了，我还没有吃到，都烧完了。哎呦 ，sorry。cheese 啊！哇，哦呦哇！哦，他放那个好像那个美东的那个 cheese 酱，咸咸的。薄薄的都记得喽。哇哈，谢谢你。很有感觉。廣東話，學學嘅多啲得咯，想點咖喱？你想點啊？你想點啊？想點咖喱？想點啊？咖喱想點啊？嗱，真型有咖喱，點訂呢個咖喱啦？喜歡咪？我要老夫老妻有啦。平檸咖喱味多啲得咯，平檸咖喱，平檸。哦，我們的水來。宝宝茶室，Thank you。这个杯和老板是用不锈钢的罐来当杯子的，不用担心是用那种素素的铁罐去弄的。OK， 他们的招牌，我点的是 Nestle。Nestle Dinosaur。
他们讲说那个 Nestlé 冰必点的，所以我来喝看。嗯，哎，好喝，它不会讲太甜，因为我真的是很怕很甜的东西，所以它的味道刚刚好。这个薄薄茶是很特别哦，我们现在是坐外面呐，说上面呢就是住家屋来的，有一点点很像那种外国，有一点很香港的 feel 啊，是不是？太阳光。是我们来到了这个 Lebo Grugo Pen Project， 很美耶，好像来到国外的 feel 哎，哇，坐在这边也是很阴凉，很爽，是不是？这个 cafe 里面还有的卖衣服，有的喝，有的吃，还有的买，对，而且还有首饰。眼镜，板老板 ，so many things。我们不是来这边喝茶的吗？怎么会一段段消费那么多呢？问你自己吧，怎么也没阻止我，还一直叫我买买买，好客气啊。谢谢 Danny。大家不是开玩笑的，如果你们有想要来槟城啊，可能去 cafe 啦，建议你们坐 grab 来，因为找 parking 真的找得要死，因为我们今天是周末的关系啦，也转了我们两三圈，花了我们半个钟的时间，所以建议大家坐 grab 来的哦。他这边出名哦，是吃他们的几人民宿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叫，对不对？小红书很多人讲就绝子了，真的一定要来吃。他们讲说吃了这间，你不会想要吃其他的，不懂试试啊？我们来 try 看。由于里面富豪，所以我们就坐外面，因为它外面的位置啦，就是两个两个，我们跟 Danny 跟 Alan 是分开坐的，我们互不相干，但是单是他们买的，因为男生就应该请女生吃饭呀。提尔米苏呢是有四个不同的口味的，有 espresso 的咯，哎，有 whisky 的啵，然后还有 matcha， 另外有 spice chai。先吃这个 espresso 的，好好吃，它入口即化，然后它很香，因为很多人很怕，因为它里面有咖啡，怕苦。它不会苦，对，它很像咖啡，但是它不会苦。对对对，哇，好吃，我喜欢这个。接下来是抹茶的，哎，这个抹茶我可以接受，对我来讲没有很重那种抹茶苦苦的味道，matcha milk的那种。对，但是它的抹茶没有苦的嘛，是不是？它是很香的味道，真的很喜欢这个，这样好吃吗 ？Nani， 好吃是不是？对，吃完了你看。啊，早上吃完了哦，好想再叫多一块啊。我们现在另外又叫第三片，这个叫 dirty bomber， 总之还 dirty 啦，有酒的里面。这个如果你不喜欢酒味的话，不对你来讲那个酒味有点重，但是是好吃的。他们都 mention 了嘛，这是比较 alcoholic 一点。经验哦，很不急的哦。不要给他吃。喂，这样自私哎喂，谁带你过来的？还好啊，可以接受了，可以接受了，有点冰冰凉凉那种感觉哦。用广东话嚟介绍，呢个系 Taylor Miso 啊，我哋今日食咗三个口味啊，口味哦，口味啊，一个系 espresso 啊，咖啡啊，一个系 matcha 啦，绿茶啦，绿茶啊，绿茶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绿茶。你笑什么？我没有咯，就从你嘴巴讲的话，我就很想笑。最后一个系呢个啦，口味啊，咩 dirty 啊，邋遢，肮脏啊，污糟。欧洲唔知 bomber 唔知咩，你听唔下去啊？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。你嘅 tiramisu 唔错嘅，做咩又系呢个角度啊？我觉得呢个角度你比较搞笑，你好似欺负我，压下他，喷我。Very 的狼狈，反正我们设定就是这样，要随机应变。现在到我来帮你们主持一下了啊！现在他们在做工啊，在拍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小鱼虾，哎，看这边的环境，精美。谢谢你帮我们拍，但是景轩应该会骂你拍这样多。帮你 vlog 一个五分钟罢了，没有这样多。
光啦，打光啦，不要讲那么多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终于拍完照片啦。然后呢，我们拍照的对面有一个小屋，我觉得还蛮值得拍照打卡的，因为我觉得很漂亮。就是沿着那个餐厅走进来，进来就可以咯。就是这样子啦，没有什么特别。可是拍照一流，哇！我都还没有拍，你已经拍了啊？谢谢 Alan 哥哥，还有 Danny， 还有倩妮，今天就是一起帮我拍了照片跟 video。谢谢，等一下我要吃饭我的。我们现在来这个 Chunky 吃晚餐。它是自家式的，这也是有海景哟。然后其实里面可以泊车的，就加进来。哎，那边泊。因为刚才这边的路好像很窄嘛。是，我都能看到，咦，又下来了。我刚才问那个人这边是吃什么，因为我们在小红书看到他好像有点吃火锅，然后还又有炒菜的。它里面有这个龙虾，我要想要讲火龙，火龙虾，龙虾套餐366，三到四个人吃，我觉得 OK 啦。哇 ，You recommend？ 哇 ，Fresh one is the life crab and fried. Oh, I want.哇，除了有火锅之外，它有很多汤给你选呐、啊，当归、绍兴酒、韩式泡菜、麻辣，它讲可以鸳鸯的，还有烧烤，它还有炒菜，还有蓬海，蓬海。咸蛋矮瓜，嗯，这不就是矮瓜，但是很好吃。阿拉拉 Chinese wine Lara 的汤很好喝，很重那个酒味，那个酒味是香的。那个汤弄到很舒服，喝下去。怎么现在的人煮东西这样好吃的？很新鲜。冰城人煮饭，因为你知道那个有时候少了，还有一股海鲜味，有点腥味，可是这不会就是香，咸咸香香的。西里马塞，难怪我刚才吃不出矮瓜的味道，原来这个才是哈古，我们叫芒片哈古，咸蛋矮瓜，它样子长得很像，嗯，矮瓜，矮瓜，是，嗯，好吃。今天没有绑那头发，不能。这个是烧螃蟹，我们另外点的。你们没有吃过烧螃蟹吗？第一次听耶，真的是烧爆，没有加任何的什么调味。嗯，然后你就可以吃得出螃蟹的鲜。那老板娘跟我们讲，他的螃蟹是活的。嗯，谢谢老板娘请我们吃 pork ribs。大家努力加油，好饱哦！现在是晚上的9:30 ，Danny 哥哥还不要回家，他抓我们来陪他泡擂跟喝酒。啊，带你见识下。哇，见识下有咩啊？你明未见识过？走开啦！我 clubbing 嘅时候，你仲饮紧奶啊？我带千年奶，来。天美已经去过 clubbing 嘅佢，而家带威下你哋。来。我们又回到了下午来过的地方 ，Merawan。对 ，Yoha350 就 Hidden Bar 来的。Let's go， go。成年了没有啊？要 check ID 啦。成年了，22了。哇，多年轻人啊！对，你最喜欢。God, Danny 不舒服，你们做过什么来 ？Danny 讲不能喝奶哦，然后喝了奶哦，昨天捞塞捞到。所以你叫什么？昨天没有啊，他自己叫的那个。什么东西喝吗？他喝 chocolate。好啦，
我已经陪 Danny 看完医生啦，医生说呢他可能有少许的食物中毒，因为他落晒又在吐，收发是小事情啦，没有问题，只不过他只能吃清淡的食物。幸好幸好 Danny 生病是我们要回 KL 了，如果是第一天他可能就自己在 Airbnb。 所以现在呢我要叫 Alan 呢带我去福禄寿那边买饼，福禄寿是一个饼家来的，听说这个福禄寿的牌子的饼不错，因为我自己有吃过啦，因为那时候 Vivian 就是我一个荷兰的朋友呢，他回来然后还有在槟城买了那个香饼给我们吃，哇很好吃，我一定要买一点回去，因为我顺便买给我的开宅，哎，不是我的干弟弟，如果你没有看我 story 的话，我不是有拍那个三个荷兰宅很靓仔的嘞，荷兰岛啊，荷兰宅，荷兰市你们见得到啦，荷兰宅是没有见过啦。Danny， 你没有出声音，我不习惯，看不到你们两个斗嘴的场面，我有点。好像没有礼貌。现在你可以报仇，你可以骂回来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急坏了，人家生病还要。哇，这个豆沙饼要买，那天我吃哦，很好吃。云吞面，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烤到边边焦焦的那种。哦，不一样的，因为每个地方我们的那个叉烧，就很少吃这种红边的，有点红。这边吃东西呢，只有我跟 Alan 还有千影包 ，Danny 不舒服就在车休息，他真是没有口福，有还有口福，口福他的药。喜欢哟。为什么我们会千里迢迢来到了这个大三角的 Sentosa Corner 呢？是我儿时的回忆，我的家乡。然后呢，我很喜欢吃这边的芋头饭，哦，回很久了。所以我们要回之前呢，就特地来这一边吃我儿时的味道。全部都是加上芋头饭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今天是礼拜天的关系，那个芋头饭啊，几百多人排队哦。原来排队是不打包的，如果你要堂食的话，那你就要去隔壁跟人家order。是，所以排了那么久。我在 KL 也是有找到差不多类似像大三角的 o p 在 b a b 的 Food Court。青鱼来啦，青鱼很好吃，也是必点的。青鱼、哦、其实跟那个加瓦米呢是差不多一样的东西的，只是因为是鱼没有一个名称。哦，这个可能就是没有面，加瓦面就是有面，但是他们的粥是一样的哦。啊，肉饺这个东西很好吃。它的那个饼哦，是我每次来都一定要必加的。还是一样小时候的味道，上面哦有那个沙果，还有那个黄瓜。吃到这样了没？啊，很好吃。它是用什么鱼啊？它鱼很新鲜，这样。一定要叫我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吃十个。你讲了，这不是放鸡胸排骨，因为我们是放甜酱，它是放那个虾膏，肯定是放虾膏。这我倒有倒是，真的吃到真的，因为我很喜欢吃猪内脏，然后这一个呢，它的芋头饭的汤哦，它是那种咸菜汤，酸酸这样子，所以我很喜欢吃。还有它的这个芋头饭，很香的，可是千影不喜欢芋头 ，she don't like， so 不用紧了。我吃，然后这个辣椒绝子，还是我小时候的味道。我小时候我整天一直朝我妈妈打包回去，所以那时候我搬去 KL 的时候很伤心，很伤心，因为没有人吃。这爸爸煮给你，煮我早就开了在 KL。这个是猪腰哦，很看地方弄的。如果你清理不干净啊，它有一个臭尿味。然后这边呢是完全没有味道，脆脆的。我还特地加了猪腰，很大块，为啥猪？就如果你不吃内脏啊，可以不要内脏也是可以，你只是可以选肉啊，具有原因。OK， 回之前呢，我们再来多一间 cafe， 在大三角的。哇，它的 menu 除了有卖水之外啦，我们看到哇，还有卖 camping 的东西。你这个桌子 OK 哦，有 sample 给你们看了大家。如果
果你们大家要来这边的话啦，早上跟下午哦，它是 cafe 来的，然后晚上就是傍晚六点之后到十二点，它是 barbecue， 还有啤酒。那个老板很好，他是我们自己做的那个 sanitizer， 现在铁罐来的，是，可以铁罐来的。哇，他们这边有卖这个杯，好美，也是跟那 sanitizer 一样的，真的真的。然后还有 straw。还有蒜，特别。咖啡哪里有生活苦，对不对？这是我经常讲的话。你们说咖啡苦，人生更苦。我们三天两夜的槟城之旅结束了，我们现在要返回 KL， 在 Danny 回家。真的 ，Danny 他生病了，远一点。Bitty Bitty， 我把我最好的位置都让给他了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到此结束啦，我们下个影片见咯，大家拜拜。